嘿呦，我是小峰，今天呢，我要来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如果你之前有看我上一个 video 是讲第一个 announcement 讲广汇老公那 video 呢，就是讲我即将会在10月、11月和12月做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 vlog 啊，然后就才三个礼拜。然后呢，我还有讲10月会有一个开箱，开箱什么呢？它就在我们的下方。不是那个下方啦，哎呀。OK， 隆重介绍我们的东西，它就是这个。所以这个 Nikon 700D 什么 Canon 700D， 因为我为什么会一直讲到 Nikon 的呢，是因为本来我是在 Nikon 跟Nikon 跟那个 Canon 这家两边选，一个是 Nikon D5300 还有 Canon 700D， 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啊，就是讲如果你要拍 video 的话就拿 Canon， 如果你要拍照片很美很美的话就拿 Nikon 就是最好选择，然后你懂啊 vlog 的话就一定是拿相机，一定是要拍 video 嘛，所以就拿了这家东西啦。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立刻来做开箱。OK， 现在我们就来开我们的箱子啦。首先我们打开了，然后看到一张 warranty card， warranty 的 seal， 然后还有一个32GB 的 SanDisk 的 card， 然后一个 driver 咯，我们给电脑用的 driver。还有一大本说明书，我想我是不会看的啦。看到吗 ？Rapper T5i US 700D。OK， 上面的东西就拿完了，直接看我们这边有什么。首先看到有两个部分，首先这个是 AC cable， 就是我们的电源线，然后先把它放这一边先啦。然后一个 Canon 的 strap， 很美的 strap。OK， 原厂的 strap 吧，然后我们的 battery， 然后这什么？哦 ，battery charger， 然后 ，Oh my gosh， 哦，不要开这先，还有一个，这个并不是大家见惯的那个。Micro USB cable， 这是一个 mini USB， 想不到他在用 mini USB， 好旧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lens， 不行，不能讲完整了，知道？可以安包哈。啊，别玩了啦，明明是开箱玩，怎么玩呢 ？OK， 我们的 lens。好漂亮的 lens 啊，好漂亮啊 ，Canon 的 lens。OK， 放在一边先，放在这边先啦。喏，最重要的东西。Oh my god， 我们的这个东西盒子很多，等我们先把盒子拿掉先。Oh my god， 我们的 lens， 还有我们的，先放这先，我们的 camera body， 非常美的 camera body， 看到吗 ？Canon， 就是我们的 Canon 相机了。然后这个不懂什么布歪的啦，很好摸其实。重点不是在这，重点是我们的啊 ，Canon， 摸上去超好的质感，它这边的 grip 很舒服，讲真的，我很喜欢它这个 grip， 它的 grip 真的是很舒服。然后就是这样啦，它这是 articulate 的，虽然不是 full articulate 啊，它是。180度的 RDQ 的吧，你看它只能转到一半吧，不过也是很好。然后这个就是 viewfinder 啊，一些该有的它都有，
然后好像 麦 的 output 啊，这边，然后这 HDMI 啊 ，AV digital 啊，该有的它都有。这个就是绑 strap 的啦。然后这是放 memory card 的。然后下面是放我们的 battery 的，这边是放 battery 的。直接打开来看，就这样子吧。然后这个是放我们的 tripod 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话就是这样，这边是可以转的，然后是 on off。我没放 battery， 所以没有。这边有两，注意看的话，这边有两个接收器，应该是 stereo mic 的啦，没有猜错。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灯哦，700D， 这是拆我们的那个 camera， 拆那个 lens 用的。这边也是，这边是什么闪光灯挂 ？OK， 我们直接安上我们的镜头，打开。这个是一个15-55 EFS 的 lens，SDF 是 steady 的意思挂。后面打开，这边就是 sensor 了。然后不应该这样快打开先，我们应该先扭开相机的盖，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它这边，诶。啊，这边一个这样子的，然后对准它的红色这个白色这个点刮，我也不是很厉害。听网上讲对准它，转到、啊、OK， 打一声就搞定了，就是这样简单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再装上我们的 battery。我们的 battery， Canon battery， 这个黄色的是一个 cover 来的，我们的 battery， 这样装 ，OK， 它是每个箭头啊，塞 ，OK， 塞到。然后我们先把我们的 screen flip 过来。哦，看到我的样子咧，直接给它 on。哦，这边要设置一下，设置过后回来再。OK，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相机。然后呢，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 不要忘记。然后就是这样，拜拜拜拜。多么痛。